都忍得大抬轿，临风气落大妈签英皇。我错峰大大话话都喺度十五年，一个又一个经典嘅角色都攞唔到时制。以为颁个咩最受欢迎男歌手奖俾我就可以了事？我呸！虽然落大妈总算锡我，但我若圆满，出边仲大把世界咩？不过我个人怕烦，而且一定要食回头草。咁啱杨生同意，好有诚意邀请我过档，我决定将唱片约同经理人约签俾英皇三年。听讲杨生会买入亚视股份，到时我就可以打对台，一套以前污气，